旅队，旅队，人已到达饭店，人已到达饭店。目标是否确定？目标是否确定？确认目标，确认目标。收到。十三姐他们已经到了。行动，别急，里面有我们的人，行动是要保证他的安全。全体注意，全体注意，五分钟之后实施抓捕。同步，五分钟之后实施抓捕。收到。这三姐请咱们吃饭，等了这么久还不来。这不会是鸿门宴吧？我已经安排弟兄在外面待着，都不用来。等着吧。牛老板，你的人不懂规矩，我替你教育了一下，你没意见吧？牛哥，不是你让我。三姐，是我们错了，您看怎么着您才消气儿？什么时候把你们这群人给抹了，这事儿才算结了？你现在南海的人脾气都这么大了，年轻人说话搂不住火，咱们不能以大欺小啊，容易伤着自家人。自家人？谁是自家人？这个胡老板，我要没记错的话，当年就是你想要我的命吧？哦，原来是你呀。哎，当年可是你先坏了我的场子的啊！记错喽。当年砸你场子的是我。甜甜，还记得我吗？梨子叔叔是车厘子啊，我知道。樱桃，对，大樱桃叔叔，你的嘴巴怎么了？你怎么还捂着肚子？啊，叔叔刚才吃棒棒糖的时候咬着自己舌头了，肚子也疼。大樱桃叔叔，你知道我爸爸在哪儿吗？你爸爸，你爸爸刚才还在这儿呢。哦，对了，他让我陪你玩一会儿，咱们躲猫猫好不好？好。你来躲，我来找。嗯。啊，我数到十。嗯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梨子叔叔，嗯，老蛇的闺女，甜甜，你是天雷叔叔？你都长这么大了？对喽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咱们都是自家人，行啊，自家人。有什么事好说，来来来，咱们边吃边聊。来来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坐坐坐坐坐，请请请请请，来吧。哎呀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喽。哎呀，
甜甜，我敬你一杯。都是自家人，有再大的问题，大家坐下来好好聊一聊，别伤了和气。我上个洗手间，你们先聊。李子叔叔，嗯，天雷叔这么多年，怎么一点都没变呀？哎呀，你天雷叔就是个传奇啊！健康上出点问题，我去看看他啊。小妞，跟三姐好好聊聊啊。好，三姐，要不然咱们一边吃一边聊。不好，有情况，我去通知三姐。我走，快点吧！站住！站住！不好了，三姐，有警察马上进来了，快撤！是你点的炮吧？你是不是傻子啊？我们连自己也点。不是他们。刘老板，今天这事儿没完，账我们以后慢慢算。撤。好，咱们来点正常啊，三姐。撤撤撤！我问你，有没有看到一个瘸子和个梳平头的人？看到了，那个瘸子还有那个梳平头的都在那个包厢里。那个包厢？对对，他们都是我们老板请来的。杜鹃，麻烦你带我去。走。只要我们知道他们跟谁在一起，就能找到他们。那个，那出来吧，再不出来，瓮中捉鳖了。新写的，包胡十三幺是暗号吗？你说对了，这是我们上大学时候。我们三缺一，你来跟我们一起玩吧。陪我们玩玩，陪我们玩玩。玩那么多顾客呢？你看我们都等了一个多小时了。对呀，我们等那么长时间，那你总得陪我们玩玩，这不还得等？啊，这样我们要是输了，付你双倍饭钱，怎么样？来呗。田雷，你跟我们一起玩。我不会。不是，我们教你教你，我真不会。哎呀，我教你，我教你不就完了吗？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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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注意配合啊，注意。六条，发财，救命！耶，哎，对不住了，各位，糊了。什么咒啊？你看你是六九万的牌吗？我都说了，我不会了。不是你到底胡什么牌啊？天哪！十三幺，啥？十三幺，这不是传说中的十三幺吗？你这典故真长啊，还真有心。走了，拜拜。